说你有陷阱，我的陷阱被训练过，我能有偏见，我当时天真又挂着线纹，不像成年人有能力辨认，不是为了赚了有成分，我维护的虔诚，希望我写的歌里面有刚好的和弦声。深深地地的你还记得吗？说句心里话，你也怀念吗？第一次发唱片就一马当先，从此在大场面我不在家旁边，我是真的感谢佩服你的眼界，怎么想到你是带着刺痛的环节。谁？